不出来是后面写分位那个是，而且是调色那件事。对啊，就这个啦。Color temperature GM 低迷，然后这个叫 Amber， 这个可以调的。OK OK， 还没完成。OK Motion， 之后就哦对啊，那个还有特效啊。对啊，特效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啊啊、这个等一下借我，就比较好卷。还没啦，直接拍。没有啊，我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期许，然后讲出来。对啊，这 CIE 这个都可以再做的，这 CCTV 的，对啊，他们的 APP 也长得差不多。你要看看吗？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对，我也没有。我没有买他的灯，有没有办法？我都有我有。有的产品很那个，就是你一定要连线了以后，他才让你看后面的东西。还一盏灯也都不一样，就是我要用高普。啊，这里有一个 demo 的。反正它就是长这样，啊，就是你的频道看吗？啊，一样嘛，就我频道也有做，但是就是还蛮冗长的。我直接跟你讲比较快，反正就是像刚刚这样是三盏灯，啊，如果你要全部调整是在这里，啊，你要单独调整你可以调这样，就是 master 跟个别。然后你要单独进去调它的任何参数，可以这样单独调。然后它还有一些什么，就是去。有一些预设，这是预设，然后这个是可以去啊去吸颜色的哦，就是然后还有 filters 的 gel 啊，然后这个啊，它这个也可以设计是可以学一下，可以简洁有力吗？稍还是想要再稍微多一点点的什么？就是它功能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它还蛮清楚的，就是可以列出来这样子，就是它有不同的。界面算清楚的，对，这个大概要不断改，要改了半年，因为它开始的时候也很，对，它从那个三百 D Mark II 开始有这个，我就有用了，对啊。现在已经第几个版本？我这不知道第几个版本。好，慢慢修，反正就是。先基本的出来嘛，可以调亮度就可以，就是、然后对，然后颜色可以选，然后应该就要多听听那个使用者那边，对，因为小公司还可以，不是因为如果对，所以我先追踪你的频道看到多少，然后直接改那个版本，就开始听回馈啊，那个就你就 USB C 插上去帮你改问题，电脑接一下，直接接这样，直接改，啊，我们这个目前就是做。插上去可以改问题啊？真的吗？他们有啊，他有说啊，这本来就是拿来改的。我哪不记得？就我没有啦，那个其实是可以做 DMX 直接进的。哦，你只要有那个 DMX 的那个软体直接切进去。哦，都可以用啊。就可以用啊，就不先一定要用手机啊，因为。那旧的灯没有 DMX 哦，有其他旧的没有 DMX？ 旧的没有哦，没有，旧的就只有单色、双色就只有亮，啊也没有蓝牙，没有，所以就是都他们需要嘞，对不对？他们其实比较那个就是亮了就亮，暗了就暗了，不是啊，你还要爬上去啊？哦，对啊，没有蓝牙小功能，就有，因为你有可能。就把它夹到那个奇怪的地方啊！啊你要梯子才把它放得上去啊！啊，你架完了，你要调整东西，你还要再拿梯子上去啊，就会比较不方便的。接在底下，所以你调在底下。那，啊，你们那个控制也没有可以接出来的东西，好像也没有。对啊，要爬上去。没有，对啊，是。那个同时就是控制器在下面，所以你可以挂在上面。啊，吉他科还没。没差，反正想要买这个。好，等这个出来，等这个出来。所以刚刚回来了，不同客群。对啊，对啊。专业的客群是没有再爬来爬去，它放上去就。没有，它你可能是产品在拍摄的东西上。啊，不想要。它不是在那里调色、调跟光玩那个。有时候都打开，好 ，OK 的。这样我发现，我有这样观察到不一样耶。有些个人是就很痛苦，爬上去换一片 gel， 然后下来，那个比较烦。再上去啊，蓝色换绿色好了。我觉得绿色不行。个人工作室比较会做，会累在这件事情上。所以我们刚刚有好几个客户其实是个人工作室，他不想那么累。我等你，我不要再换 gel 了。对啊，不然都在等灯。等灯，都在等灯，就像等手机是一样。一直等。啊，没有啦，那个手机都还在挤牙膏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所以我才说，他们五色，
六色的差别不是只是差一个颜色，是那个背后差太多，那个点的位置还有精确度。那你觉得是越多越好吗？还是如果只有五色做不到，我的光我自己控制这件事情，六色才能做到，我要什么光都可以自己来，那才是真正的色轮上点哪里都是那个色。你说六色吗？还是对六色？那五色？五色其实是白的，偏红、偏蓝、偏绿。你觉得那个可以、哦？就还不完整，还不完整。它不然它是在那个白上面跑红蓝绿。那这个样子你能动的颜色，你就可以想象出来，有些是出不来的。例如你要那个，当然你说你红白啊、红绿啦、啊、红蓝啊。那你说的五色是 R G B W W 吗？它像是有 R G B A C L， 你有看吗？有。那你觉得那个怎么样？就是一样的 A C L。哦，你们现在也是 A C L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？每个人的 A C L 调的怎么样？调的怎么样 ？A 跟 C 大家比较同。啊，调的怎么样？就像电视，以前电视不是伽马线怎么样啊？那个意思一样。谁调的好？说你调的最好。差最多是 L， 因为有那个 lemon 啊 lime， 像我自己就是自己调的 lemon。哦。一样的 lemon 有不一样的 lemon， 每个人还要再调个不一样，所以就是都自己搞啊。每一家选的 recipe 都不一样，调出来还会不一样，所以不会共同。他们的不，那个没有办法很稳定，然后自己来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七色的货源是六还是七？不是，出来就算你写出来了以后，你的货源不稳定。白写，写心酸的，我写好了，写心酸的，我算出来没有问题，他答出来。因为那个，如果他选的那个解是比较 range 小的，你的货源容易偏一点点就挂了，然后我们的眼睛会很有感觉，写的东西或出货的东西是没感觉，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生产的 range 大不大小不小，这种就会有另外一个。那是颜色越多 range 会越大吗？还是你刚说的七色对不对？来七个解给你的时候，啊、你就可能抓某些地方很好奇。Okay. 七个解就最佳解不止一个，太难了。你要选哪一个呢？然后在这个灯里面插一个 Intel 13900，我叫你算。开始算，我叫你算、啊，开始 AI 进去。然后结果呢，那个散热器不是装在上面，装在 CPU 上面。我叫你算了、啊，要水冷吗？水冷。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在想要出水冷的两三千瓦的。三千瓦的。对，两三千瓦的六色。还蛮酷的。台灯六色开始。水冷。因为再下去风冷撑不住了。对。撑不住。不然就要爆炸大。爆炸大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对他们来说爆炸大不是问题了，就是爆炸大你还删不掉。对，爆炸大还删不掉。就单纯的那个导热系数不够了，就已经没办法了，带不走啊，物理限制。现在你都被剪进他的影片里面。他的影片有上万人在看。没有没有没有上万人看。我们创一万个账号网名。对啊，对对对。突然。有点理解，如果万一我看到九妹，我应该会更嗨。九妹会来看这个展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他不是看这种的。跟我一样，平常是 commercial 状态。他要钱，他才会来。啊，也收钱就会来。有收钱，你付他钱，他就会来。有 commission 的。可以啦，付钱就来。对啊，应该就是先秀，然后。之后。然后就等你们了，等你们了。多久时过来这里看这个展？没有，我其实前一个礼拜就来了，我去 LA 那边玩，然后我看完展的后一个礼拜，我还是回去 LA 继续玩，就玩两个礼拜啊，中间来看展这样。对 ，F 圈其实也带了很多网红，一直在带啊。对啊。靠这些在推个人那个。就是因为。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品牌才推得这么大啊。对，因为他们相对阿里好了，有许多小灯比较。符合个人吃的钱包。对对对对。你不要跟我说阿里啊，一颗20万，那靠，谁要掏20万？那个比较不是，那可能就片厂啊，什么阿荣片厂之类的，可能就会去买阿里的东西，因为就是坚固耐用嘛。对啊，因为之前我去看他们拍广告，那种大型的也都是加阿里那种。那个是 HMI 啊，因为要更亮啊 ，Aperture 还没办法，除非你要装超多的 Aperture 的。我看了七八个广告片场，水冷的那一种，你有看到那个水冷的那个吗？那是什么灯？一些超高级的灯，然后用水冷系统。还没啊，新的高亮度在用水
是防水还是水冷？没有，这三千瓦、五千瓦，这个有需求吗？因为你是个人工作室，有啊有啊，一定有啊，一定有啊。会吗？不是啊，你大的那个 REHMI、那个是几万瓦哎、的叫 HMI 哎、对 HMI 它最大有40万瓦吧？对啊。所以它那个是 HMI 哎，所以如果你要如果用 LED 的话，那但是爆炸多瓦数的灯啊，对啊，那你就要没办法。电线跟水管一样粗在地上走，那很大一条，对啊。那这个电缆插上电还会动。但因为现在 LED， 现在看到就顶就是到极限就两，目前是到2000。靠你啦，上去。对啊啊，就对啊，可能风冷就没办法，可能就要去做其他的方式。对啊对啊。我们现在风冷是已经水冷嘛？但因为2000它还是用风扇。但是大风扇啊，就比较大的风扇，而且很吵。它那个还是 prototype， 所以还不知道到底升不升出来。我们目前可以点的1000到2000是可以风扇，可以常驻。啊，到3000就没办法了，因为空气流动是个问题。我们风扇坐在没有也不是，就是看你的散热器有多大，就是对啊，灯长这样，然后散热器长这样，对啊，玩大的也不是。有啊有大啦，它有1200瓦，我有买啊。那你要回去测了？不是啊，就还不错用啊。好，那我直接那个benchmark 看你的就好。1200瓦比那个还要大啊。对啊。好，我找一下之前。对，我就 benchmark 看你的。之前寄去，对啊，我们之前寄给 Hacksmith 的他们的啊。哦，6400瓦。6400瓦。四颗啊，一颗1600，1500、1600左右。我找了一下图。你是我市场分析的好朋友。他们是自己接水冷，他们装电脑的水冷哦，他就有那个自己改，因为我有看到国外的摄影棚是那种要拍高速的。所以他就是自己 DIY 很多 COB， 然后去自己接水冷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有看到那种。你应该有看过他的影片。你有看 Hacksmith 吗？他们做了一个蝙蝠灯啊。我找一下我的图库。